你在哪？你妈妈个脑袋，你管我在哪？我忍你好久了，你不要欺人太甚。哎呦呵，小常啊，长脾气了是吧？瞧你个熊猫样，你能拿我怎样啊？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宋老九，你不要把自己往绝路上逼。你在哪？我现在就过去找你。缺你不可七万事，老子等你，你要不来谁的孙子。哎，我这到了。对，宋老九，等什么？对不起，走错了。没走错呀，小常。你今天不是要给我条绝路吗？宋老九，你个王八蛋！还我血汗钱！还我钱！我现在就走。哈癞蛤蟆想吃人，向来看了，敢在老子面前亮家伙。老公，老公，没事吧？老王，看着你脑门子汗，怎么了你？出事了？要钱呢，没要回来。相信我。咱们以后生活会越来越好，啊？我相信。老公。你知道我上次说的那个高龄产妇吗？生孩子了，但情况特别危险。你说我这年纪也大了，什么时候要个孩子？要不再
再等等。行啊，等吧，谁叫过？嗯。嗯，晚安。宝宝。嗯。宝宝。嗯，睡觉吧，快快快！哎呦。也不披上衣服，啊！来来，快披上啊！别冻着啊！嗯，这个是菜，刚洗的。好，辛苦了。啊，你看你，啊，感冒了吧？有点。让你进厨房的时候，你看你穿那么少。没事儿，自己家呢，过两天好了。哎呀，我是不说你了，说了也不听。我吃饱了。嗯，这都没吃完呢。啊，哎，钥匙带了没啊？带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老婆，我走了。哎，等等，你看你饭，来放地上。外面冷，快回屋吧。好啊。啊。那安全帽呢？哎呦，忘带了。放哪了？谢谢老婆。好了啊，嗯，注意安全啊。嗯，老公，我走了。嗯，早点回来。嗯。慢点，慢点，慢点啊！啊，九哥，我车子坏了。啥？车子坏了？能不能找个人过来接一下我呀？这马上就开工了，谁还有功夫接你呀？那我晚点去工地吧。行啊，为了工期你负责啊。哎，行吧。
庞哥。哎，小常你好。哎，庞哥。什么事儿？我半道就是车子坏了。哦，这样啊。你看有没有时间啊？麻烦你一下，过来接一下我。好的。我赶紧去工地。你发个位置，我去公司换辆车，我就过来接你。真是麻烦你了。谢谢你，唐哥。嗨，谢啥？咱们都是好兄弟。哎，对了，兄弟，这车你准备怎么办？哎，这样吧，我先送你去工地。这车子啊，我给你送北门去修，晚上你自己提一下就行。那怎么好意思呢？嗨，没事儿，放心啊。你们几个把这收拾一下。你怎么才来呢？不想干了是吧？喂，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听见？现在8:40了，我从9点给你算，扣你工时。你凭什么？抠得很。你迟到了，我就得扣你钱。我现在就开始作业，我不为难你，你也别多为难我。小米，拖这么多啊，少拖一点嘛。来来来，我给你帮你。好了，这么着这么够拼的吗你？不拼不行啊，这不主管给的活吗？这老了我给你折，你肯定病一大堆，真的。哎，你这嘴怎么这么毒啊？没有啦，我都觉得自己身体有点哪里说不舒服的。哎，我老公还给我买了一份保险呢，我觉得你也该需要，真的。是啊，谁不会生个病还有债？你看你真整天这么忙，哎，都病都给你累出来了。说到这事儿啊，我老公那工资现在都没要到。怎么了？还不是因为那个宋老九那个杂碎啊。是我。哎呀，大早上打扰我睡觉。我没钱了，你能不能？啥？咋早上又跟我要钱晦气？九哥，九哥，
不错，待遇非常好，环境也挺好。是啊，第一次过来。坐吧。今天你们想吃啥就吃啥啊，千万别给我讲个贵，让小福点吧，他会吃。好，好嘞，我来点。小福点的不错的，对，挺精明的。小常，那个我们自己来，来，抓紧时间坐下来，坐下来。坐坐来。坐。今天给你们摆个台面，还知道为什么？陈总，给他们说一下吧。今天市领导来咱们工地检查，不仅没有发现问题，还夸咱们工地井然有序。这个表彰啊，有一半功劳是来自小常的。确实不错 ，I 区正在施工，小常正好用洒水车针对 I 区进行洒水降沉，这一幕恰好被领导看到了，领导们非常满意。小常，待会儿咱俩喝一个。经理，菜点好了。好，那就上菜。我希望咱们以后啊，每个人要把自己的本分事情给做好，这样无论哪个领导，无论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可以从容以待。怎么样？哎呦，怎么破了？虚什么虚？我在工地这么多年，什么没碰到过？是不是又捡了什么破罐子破窑了？切，有什么大惊小怪？不过，即使你有幸捡到了，你也没本事保存它。这是为什么？这里面学问就深了。有些宝贝啊，一出土它就氧化了，没有价值了。那陈师傅，我们这里有没有宝贝呢？有是有的，但是你不一定能碰得到。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在几年前啊，我真认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当年呢，他买了一个小挖机，但是呢，他请不起驾驶员，所以呢，他自己开。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啊，他又连续买了三台挖机，而且啊，还开上了宝马，当上了大老板。所以呢，后来很多人都说啊，他在工地上是挖到了两件宝贝。真的假的？那不是裤头改寒衫上去了，成款爷了？你就别瞎掰嘛。哎，你别不信啊，还真有。这是真的也好，传言也罢，反正从土里挖出来的这些文物都得给上交给国家。说轻一点，你要想把它占为己有，轻一点什么？轻一点就是违法。讲严重一点呢，那就是犯罪。所以你不要听那外面讲什么挖到文物就去发财的事，你要想把它占为己有，那就是犯罪。所以你不要听那外面讲什么挖到文物就去发财的事。张经理，我要把宝物上交给国家。张经理，我要把宝物上交给国家。哎，知道了，领导。张经理，杨哥，走，吃饭去。你先吃吧，我不去了。怎么了？什么事吗？没事，我还有别的事要忙。我也带饭了。哦，那我们先去了啊。哎。
喂，张经理。小常啊。我说是小常。我现在还在开会呢。哎，经理，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在开会，有什么事等会再说啊。经理。杠，好牌呀！嫂子，你倒是急呀，关键时候别总搅我心思哎！真烦人，还玩不玩了你啊？是吧？你这电话要么就接，要么就关机，啊，你怕个毛啊？哎，不行不行，我怕他，他是我挖机工人，指望我吃饭呢。喂？我在不打不相识麻将馆。还有就是今天能不能支点钱给我啊？没有。喂喂，八九脾气还挺大呀啊。快快快，来来来，继续继续。什么？没胡了，清一色。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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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敏，嗯，说好了没？嗯，你就吃这一点。还行，吃挺多的。走，我们去逛逛吧。现在？对对，先出去逛逛。公司还有堆事儿呢。超市的事你干不完呢，我跟你娘整天都有事做。哎，走了走了走，抓紧时间。我不太想去。哎呀呀呀，走了走了呀。还有时间了，请进。老板，哎，张总，九哥，今天给我结点工钱吧。什么玩意儿？我车子坏了，拿去修，现在也没钱取。你今天想办法给我5000块钱。稍等片刻，稍等片刻啊！修我车要这么多钱？不光是修车的钱，你一个月就给我2000块钱，根本不够用。我上有老，下有小，这么长时间，你拖欠我6万块钱，我要求不高，5000块钱，暂时先让我缓一缓。你当我提款机啊？说有就有。缓缓再说。我一直很挺你，当初是你求我给你开挖机，现在你不管了是吧？我他妈怎么管你啊？车子坏了是我给你弄坏的，我上哪找钱给你修车子去？工地接不了款，我拿什么钱给你？你懂不懂这个逻辑？那你给我钱在那打牌呀？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你明不明白？赶紧给我回工地。老九，还打不打了？稍等片刻，稍等片刻。陪他就行了，真后面特别好，特别好看。对，你眼光真好，试穿一下，试一下。行，你去穿去吧。啊，你看一下吧。等我，等我。嗯。这多
哎呀，你看他后面版型多好。是，这个版型挺好看的。哦、给他挑一下。哎，这款挺好的，哦、要不试穿一下？这你们家今年流行的特别流行的格子，买两件能打折吗？我们家不打折，不打折啊。要工钱的，你不明白我的苦衷，你在这闹啥？那我怎么办，九哥？我还得过日子呢。我更难呀。你这么一闹，我这钱怎么要？最后500块，拿着家用。啊！不要再闹了。我现在我要哄着老板，我要钱，要钱咱们才可以过好年。相互体谅一下。走吧，回工地去啊。好好干活，啊！等我好消息。我这要着钱呢，啊！回去。哎呀，妈，我感觉爸爸的腿好像好多了哈。比以前好多了。对，好多了，好多了。嗯。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们帮个忙，你们先闭上眼睛，我有东西给你们看。好的，好，好，闭上眼睛啊。不要睁眼睛。猜出是什么来着吧？猜出来了。暖和。睁眼。围巾。真的漂亮，真的漂亮，太好看了，太配了，爸爸气质哦，立吧，学者气质。以为好消息呢。嗯，对吧？老板你好。你好，拉车子。车子修好了吗？车子修好了。哦，多少钱？钱付过了，你朋友付过了。付了？付了。行，谢谢老板啊。啊，不用，不用谢。康哥，哎，今天真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我这上下班都费劲。嗨，兄弟嘛，还是那句话，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能帮就帮，太大事儿我也帮不了你，对吧？话是这么说，但对我来说呀，认识你，堂哥，是我小常的荣幸。来，堂哥，哎，我敬你。好，谢谢。
对了，兄弟，你现在宋老九那儿干的怎么样？别提了，工资快拖了我一年，要我钱跟挤牙膏一样，不想干了。兄弟啊，现在工地的钱早就给他结了，按我说的，直接告他去。我一直犹豫这件事儿，你说我告他吧，他这一生可能都有这个污点，我不告他，我也是寸步难行。兄弟啊，如果真的考虑清楚了，不想干了，考虑一下，跟兄弟一起来卖挖掘机。亨哥，能行吗？可以，你这人聪明善良，对人有真心真意，我看可以。亨哥，哎，你知道，我嘴笨，没你会说。哎，堂哥。哎，齐总。周总，韩哥，好啊！哎呀，我今天以后在这儿涮火锅呢，一块儿给兄弟一起吃个饭。吃个饭啊！什么时候再给我弄两台挖掘机？随时，随时都可以。来，兄弟，坐。来来来，一起坐，一起坐。哟，这不是小程吗？啊，兄弟们，程老板，程老板，我还以为是哪个大老板跟咱们堂哥谈生意呢。想买挖掘机啊，谢总，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但听的人知道什么意思。两年前不是有人跟我说，他要买挖掘机自己干吗？谢总，我没骗你，当初我确实想买挖掘机，只是因为情况出现了一些变故。那当初我让你跟我干，不给面子。你去跟宋老九干，他的钱就是钱，我的就不是。他的面子比我大是吗？齐总，什么意思？哎，齐总，齐总，这里面一定是有误会，有误会。来，兄弟们。今天我加几个菜，来，咱们一起吃个便饭。这顿饭我请了，我请了。来来，好，来吧，齐总，来来来来。谢了，腾哥。来吧，给你面子。小程，等着，走，过去吧。这事闹的，来，兄弟，坐。该吃咱们的，来。没事吧，兄弟？没事，腾哥。齐爱燕说的没错，我之前确实想等钱够了，自己买挖掘机，自己做老板。兄弟，你不是因为刚刚的事儿意气用事吧？不是。那你我接触老板也不少，挖掘机老板现在也不好做。哦。不过事在人为，如果你真想做，到时候我来帮你想办法。对。事在人为，等我钱够了，我就去找你。行，我敬你，腾哥，干干。老公，哎，老婆还没睡呢。啊，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啊？干嘛逼？你这脸怎么了？啊啊！喝了一点儿，喝了一点儿，没事儿，啊，没酒驾。张嘴！你这是喝一点儿啊？啊。怎么了？跟堂哥喝了点儿。堂哥谁呀？一直帮我的好朋友，请他吃顿饭。嗯，他帮咱，咱是该请的。哎。嗯。对呀。这什么呀？工资条。来，拿着。这钱是哪儿？今天跟宋老板要的，要了500块钱。工资啊，就给这么少啊？跟长哥喝酒花了200多，这剩下的。嗯。啊。
我来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在几年前啊，我真认识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后来呢，在我们市里也买了房，而且还开上了宝马。很多人都说啊，他在工地上是挖到了两件宝贝。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他不是裤头改寒衫上去了，成款爷了，成款爷了，款爷了，爷了。出去溜一圈。注意安全啊。嗯。藏东西了，我跟你说，过来啊，咱们以后就生活会越来越好。老婆，嗯，咱们以后就有钱了。这个，就之前我挖那个宝物带回来了。哦，他是那个啊？对对对，我看看，咱一会儿再讨论。你干嘛不让看？那你这么贵重，你放这儿合适吗？没事，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啊。这下雨怎么办呀？收吗？回收吗？有，里面坐吧。春娟，我能抱抱他吗？好，你可以。啊，谢谢。哟，这边坐。嗯，好。老公，我坐哪儿？你坐那。东西你是带过来了还是？东西没带。我这有照片。照片？对，拍了几张。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照片？我自己的，我自己的古董。哎呀，来喝点水吧。可以看看吗？啊，可以。就这几张，啊，我是暂时先拍了几张。那我想看看实物。
菜食物是吗？嗯。那我给他看看。行。东西我要了。好，等我电话啊。好，回去吧。下雨了，快回来！啊，就来。喂，小常吗？我是小常。您这边考虑怎么样了？小常呢？你那个物件，我是看上了，不过我现在要不了了。不要了。嗯，是的。主要是我现在手上库存太多了，现在周转不开。哦。不过呢，我上海的一个朋友，他非常感兴趣。他能要吗？他手上资金多，情况我都跟他详细说了，他能要。那价格呢？他接受吗？都说了，都说了，你们准备一下吧，我马上过来接你们啊。今天去了，咱们就办成。好，我们准备一下，再见。成了。成了。东西带来了吧？带了。拿出来看一看。东西不对，怎么了？这是个赝品，假的。对，不可能啊！我朋友手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两件东西出入很大。这位先生，我刚才看您看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您要不再看一下？我老公也是在这一行，研究的是非常清楚。东西虽然是个赝品，但是也有些年头了，我给你们出个数。既然您说这是赝品，我们不得不怀疑您的诚意。要不，我们先走，回去再看看。嗯。刚才是故意试探一下两位，现在生意难做，这也是没办法。我们就按照您的价格九折成交吧。成交。
韩哥。哎，兄弟。来，有点钱。哎，来。来，进屋喝茶啊。来，兄弟坐。来喝茶。唐哥。哎。我信守诺言，我说过我一定会过来的。今天我要一次性从你这里购买两台挖掘机，价格你说的算。看来兄弟这是要大干一番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太好了。27号，我宣布中标单位是安徽蔚然时代。长哥，太牛了！刚才我都紧张的要死，这么难中的标我们竟然都能中。你还紧张了？对。啊，这一切都是在我意料之中。啊，随着咱们公司发展壮大，我们的竞争实力会越来越强。啊，这个我相信你。咱们加油。好的啊，我去开车。好。喂，哎，中了。嗯，我们大概半个小时到。嗯，嗯，好的好的好的。哎，好，再见。进，唐哥。哎，兄弟，唐哥好久不见。兄弟，哦不，您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厂总了，这一年多不见，您真是日新月异啊。哎，唐哥，喊什么厂总嘛，我们之间还是以兄弟相称。不合适，不合适。唐哥，哎，您坐。哎，不不不，这是您的位置，我咋能坐呀？不合适，不合适。哎，不合适，请上座。哎，唐哥。不合适，不合适，这样您坐稳，啊，您就安心的坐着吧，啊，不合适，不合适。当初您可没少帮助我，我现在呢事业也有点起色了，怎么着我也得回报回报您吧。兄弟，您千万别这么说，以前那些啊都是我的举手之劳，不值一提。当年我一有困难，您就第一时间出现。老人不舒服缺钱，我修车没钱，你都马上为我慷慨解囊。兄弟，你千万别这么说，那都是我的举手之劳，不值一提。公司呢现在逐渐发展壮大，马上就会开第二家分公司。哦，我打算不让您花一分钱，给您20%的干股，您来做总经理。总经理？你开什么玩笑，兄弟，我不是那块料，我就适合卖钩机、挖机、推土机。我看人不会错的，逼自己一把，你绝对能胜任。今天蔚然时代新公司成立之际，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政界、商界以及媒体界的各位来宾和领导。现在由我给在座的嘉宾领导汇报一下我们这三年蔚然时代的变革与经历。常总您好，唐总正在发言，请您准备。好了，我知道了。以上就是蔚然时代这三年的发展历程，下面有请我们的
魏然时代的创始人常万人先生上台致辞，有请。感谢政府，感谢社会，感谢诸位媒体朋友的到来，谢谢。还要感谢你当初挖到了那件宝贝吧。想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谁会想到，现在大名鼎鼎的常总，当初只是一名龌龊的小瘪三呢？瞎眼，你住口！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胡说？腾哥，你没有必要这样护着他。好歹我当初也是你那个大客户吧？魏然时代。多么高大上的名字！腾哥，常焕然他当初只是一名挖掘机司机，他从哪里能有这么多钱去做公司呢？大伙儿想一想，你们可以问一问这位台上的常总，当初他是不是在工地上找到宝贝，被卖成钱了呢？保安，保安，快把那个包子带走！放开我！常焕然是个贼，盗宝贼，盗宝贼！不好意思，常总，不方便透露。谢谢。有人恶意栽赃嫁祸。常总，不方便，方便，谢谢，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常叔叔，你当年真的卖掉了什么宝物吗？辛苦了，哎呦，你说你倒那么多烫水干嘛呀？哎呦，别说烫的，真舒服啊。老公，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昨天就想跟你说来着。啊，要不然再想想。怎么今天吞吞吐吐的了？那我跟你说，你反应别太大啊。嗯。我好像是怀孕了。真的啊？太好了，你要当妈妈了。嗯。都怪我，一直也不让你怀。哎呀，我不喜欢听这句话啊。什么叫你不好啊？你好着呢。以前是咱家经济条件不好，不允许，现在有了。老婆，嗯，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我突然捡了宝物。宝物？什么宝物啊？在工地上挖的。就你一个人发现的？啊，应该是值钱。那赶紧拿回来呀！行，下班我去接你。我今天做完就不做了，你重新找个驾驶员吧。哎，少成，你是故意跟我作对是吧？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不能一味的帮你而丧失了自己的生活。哼，那
这个你做了不算。哎，反了反了。怎么了？小长子不干了。你也是，这么好的员工班里你还对他那么刻薄，你也怪不得别人。老公，嗯，你觉不觉得今天要下雨啊？不大，先上车，走吧。不大，哥，要不然咱改天得了，是吧？上来，走，走吧。我觉得今天要下雨，嗯。在那一个石头附近，哪去了？我明明记得就是埋在那个石头附近，有一块大石头。再找找，老公，他要下个彩字，我看那边下一个。老婆，帮我照一下。过去吧，保护吧。小心点啊！帮我照一下，帮我照一下。照这边吗？对对对。你小心啊！没事没事，别着急，别着急。我去吧，保护吧。慢点，慢点，慢点，慢点。烫吗？哎呦，烫！那我给你沾点冷水啊。啊，好。哎呀，哎呀，张总，嗯，你那两天挖机咋样？我这边啊，挺好啊，今天。我今天挖机干了2000多小时嘞。哟，发财了！哈，还行。你那边呢？哎呀，甭提了。今年都这样，行情都不好做。我去，嗯，怎么了？我挖机怎么动了？是小肠不是没干了吗？挖机还要动？怕不是你把小肠惹急了，他把你挖机拖走了吧？他敢？我给他雄心豹子胆，他都不敢。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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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原路返回。哦，
不，先回去吧，老公。先过去吧。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不委屈，我们先走，好吗？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感受到了。哎，我爱你，老郭，我也爱你。我们切蛋糕，吃蜡烛，好。一，二，三，哇！哇塞！你是常焕然吗？我们怀疑你倒卖文物，请跟我们走一趟。老婆，别耽误老婆走。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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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蛋糕，然后突然间冲出来一堆警察，就把你给抓了，我拉都拉不住你。啊，老公，咱们现在赶紧去，行，你快回去，咱们不干这事儿了啊！咋？咱赶紧走啊！你怎么等？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突然这样？啊！你听我说，现在上天给我们的机会啊！哎呀，老公，你怎么还不明白啊？现在就是机会。我每天一出门工作七八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你每天也工作从早忙到晚，难道我不知道你很辛苦吗？啊？老公，但是不是这个方法啊！这么好的机会，啊？你要不是这个方法，你非得通过这方法，你才能……我想给你更好的生活，啊，老婆。你给我更好的生活，你要这种方式吗？你？老婆。别那么啊！老公，你还记得你结婚典礼上跟我说的吗？记得。
去吧。无论你生老病死、贫穷或者富有，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不劝你了，老公。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要去卖那个国宝，我陪你一起去。你去坐牢，我陪你一起进去。我怎么样都行。老公，真的离不开你，要不要你？真的特别特别的爱你，我非常非常的爱你，我会爱你一辈子。我也爱你了。嗯。那我们回去吧，你把他送回去。嗯，好吗？好，走。注意安全。热的，发动机热的。喂，您好，是，我们要报警。您好，请说明一下情况。我们刚刚在工地上挖出了一件文物。我靠！地址是在龙川路和火车道的路口。那我们就在这等着您了啊！好，谢谢警察同志。你们干什么？送老九，别退了。送老九，你干嘛？我的挖机挖出来的宝贝应该归我所有。你想干什么啊？
这是上交给国家的宝物，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老公，哎，没事没事吧？老公，宋老兄，你干嘛？想干嘛？啊！我吗？我们回家。站住！蹲下！拿着什么东西？宋老九被抓住了吗？嗯。宝物上交给国家了吗？嗯。我们的车呢？哎呀，你呀，你这一上来就连珠炮似的问，你怎么不问你怎么样了？啊？哎，我呀，就是脑袋感觉有点天旋地转。你慢点，慢点，慢点，我给你叫医生吧。啊啊！别！大夫，大夫，大夫！逗你玩呢，逗你玩。哎呦，你干嘛？你这个时候你开什么玩笑？盖好，盖好被子。你这个时候你还开什么玩笑啊你？你没事，没事，没事。老公，嗯，我有时候就在想啊，如果不是我叫你把宝物上交给国家的时候，这你就不会受伤。我挺怪我自己的，要怪啊，就怪我不会武功。啊！
来了。关姐姐。太客气了，谢谢。小刚，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儿啊是咱们市文物所的刘所长，今儿啊特地来看你的了。你好，你好，小常，你好，小常。关于这次文物事件，您做的非常棒，我代表我们文物所来感谢你，然后我们代表还有荣誉证书以及奖金来颁发给你。谢谢所长。谢谢刘所长。来。来，我们大家合个影吧。那我来拍照吧。好好好好。三二一。茄子。汤哥，哎，感谢这么多年以来对我这么照顾。哎，客气。以前一直帮我解围。嘿，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个朋友值得交。我力所能及的事儿，能帮则帮，太大事儿我也帮不了，对吧？哎，汤哥，哎，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哦，什么请求？曾经。我想自己搞事业，做公司。更希望你能加入我们，助我一臂之力。如今，蔚然时代已经成立，我现在郑重地邀请你，加入我们。这个，谢你，谢兄弟，谢兄弟对我的信任，感谢。欢迎。